见你平时帮我拍咁多靓片，今日就带你去食餐好嘅。诶，乜咁客气啊？点解呢度好似好偏远咁样嘅？其实好易去嘅咋，沿住清水湾道经过咗大澳门道回旋处，转入龙虾湾路，一路行到落尾就到噶啦。不过条路越嚟越窄咯，荒山野岭嚟噶噃。啱噶啦。乜间餐厅咁隐世嘅？唔通系私房菜？以为仲要行山嘅？你唔系话去食龙虾餐嘅咩？吓，龙虾餐？我话去龙虾湾风筝长野餐喎。吓，你部电话咩台噶？中间成咗咁多个字嘅？位于西贡清水湾半岛嘅龙虾湾，除咗系个基调同岸前热点，其实都系一个好适合一家大细去嘅旅游景点嚟噶。好多人都会顺便行埋隔篱嘅龙虾湾郊游径，喺大坑墩嗰边行山过嚟，轻松易行之余，沿途仲有好靓嘅风景。龙虾湾呢度仲有个大草地，细路可以放电，大人又可以 chill 下。而且龙虾湾嘅史前时期石刻，仲系1983年获评为香港法定古迹添。交通方面最方便当然是搭的士啦，揸车入嚟嘅话就冇乜位泊车啦。环保啲可以搭巴士或者小巴，喺钻石山总站搭91号巴士，又或者喺宝林搭16号小巴，都可以直达大澳门回旋处噶。冇龙虾大餐唔紧要，我都准备咗个龙虾汤俾你，仲有呢部 Fujifilm ST5 加埋30mm f/2.8 macro， 俾你轻轻松松拍片同埋影下靓相。你呃我过嚟龙虾湾就是帮你影相同拍片，佢正一系呃虾片啊！我手上用紧嘅系 XF30F2.8RLMWR macro， 等效焦距系45mm， 基本上可以当系一支50mm 标准镜咁样用啊。由于接近人眼视觉，所以好适合影生活随拍、相机食鲜或者风景都得。呢支镜有金属镜身，又有光圈环，但系都只系重195g咋。亦都唔算大支，带出街 snapshot 都好方便，而且仲有防尘防滴功能添。呢支镜用咗 linear motor， 对焦又快又正，唔似得其他镜咁样 shoot full 嘅时候会咔咔声。等我试下佢对焦表现先。另外，因为有 macro 功能，所以个对焦行程都几长噶，但系就冇明显嘅 focus briefing， 拍 video 都啱啊。帮我拍片之余咧，帮我影啲靓靓嘅食物造型相啦，我为咗今日特登买嘅。是啊，唔怪得咁做作呢摆盘。呢一支 XF30， 佢嘅最近对焦距离可以去到0.1米啊，放大率直头系1:1添啊。等我试下用呢支 XF30 帮啲士多啤梨检查下干唔干净先。哇，近起上嚟啊，真系要拆咗个遮光罩先至影到啊。不过啲士多啤梨都几干净，唔单止画面中间 sharp， 连侧边都 sharp， 果然系对得住 macro 镜呢个名号啊。不过一般 macro 镜都是以画质行先的啦，呢样嘢我就冇担心嘅。又转个角度影下张 top shot 先，哇，个变形控制都好好、啊，我个餐盘都冇俾佢拉到变成枕头咁样。影下 Kina 嘅时候，叫佢摊喺度摆下 pose， 哇，后面都仲好似大光圈镜咁样，可以戳到啲散景出嚟、啊。如果想个散景散啲嘅话，企近啲阿 Kina 度，将个主体近啲个相机，咁后面啲散景就更加靓啦。天色都开始暗嘞噃。不如我哋执埋啲嘢 peace 咯，想 peace？ 你知唔知龙虾湾系咩地方啊？其实以前龙虾湾系个走私热点，而且仲经常出现喺香港本土电影同埋电视剧入面，而剧情往往都系同走私、贩毒、绑架、杀人、著草等有关。咦啊 ，Kina， 你今日都嚟影星咩？影星？嗱，我本身咧就嚟谂住食龙虾大餐噶嘛吓，同埋咧就叫埋谢飞过嚟同我一齐影星星嘅。龙虾湾呢度咧就出名系小光害嘅，所以系一个出名嘅影星热点嚟噶。系啊，今日我都拎咗部 XT5 同埋 XF8mm f/3.5 嚟影星嘅，你系咪谂住一齐啊？好，一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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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影星星。系、哎，你都呃我影虾片啦。虾片，你哋搞咩啊？谢飞用嘅 XF8mm f/3.5 RWR， 等效焦距系超广角12mm。由于支镜又轻又细，仲有防尘防滴，所以除咗啱影星嘅朋友，都好受旅游同行山嘅影友欢迎噶。喂，不过咁，影星都系低光环境嘢嚟噶嘛，用 full frame 唔系好啲咩？
我自己做嘢咧就中意用 full frame 嘅，但影自己嘢嗰陣時咧，其實都要平衡一下重量啊、畫質咁樣啦。所以咧，我自己都好中意用 APS-C 機嘅。嗱，好似呢部 XT5 再加埋呢支 8mm 咁樣啦，成 set 機都好細好輕。咁同埋佢自己有4000萬像素，對我嚟講咧都好夠用啦。咁至於 3.5 光圈影出嚟係點咧？咁我哋試過先知。但係影之前咧，咁我哋就要講一下一啲新手要注意嘅地方。影星要避开光害，除了避开城市光，还要避开月亮光，最好揀一些月缺而没有云的日子。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网站或者 App 都可以看到月上、月出、月落时间，而且还可以看到云量、能见度等等的天气资讯。六月至九月是最适合影银河的季节，香港夏季银河在七月大约晚上七至八点就会由东南面的水平线升起，而八月会再早两个钟，即是五至六点，如此类推。想影银河的朋友记得要去啱时间和方位啦。虽然今次用的 XT5 有机身防震再加上 Ultra Wide， 但影星讲紧要长步几十秒，所以有支稳阵的脚架就很重要。虽然香港暗极有个谱啊，但如果有朋友不习惯在昏暗环境下工作的话，那照明的时候就记得用要对人眼冇咁敏感的红灯，如果相机可以架到红色 menu 就更加好啦。而要红灯的时候要指向地，不要指向前或者天，亦都不要挂在心口，因为一下乱扫都足以破坏其他星摄人士几个钟的心血啦。天上的星好像多到尘咁样，对于啱啱接触星摄的你都可能分不到咩星打咩星啦。咁在出发之前就记得安装呢类 app 去帮你分辨不同的星星，始终你不知道郊外收不收到 network 噶嘛。就咁嘅，影星嘅方法都好多种嘅，可以用软件搭相啦，咁我哋影到星流迹，又或者系搭相搭咗啲银河出嚟，又或者再简单啲，我哋推高啲 ISO 同埋开尽光圈，就咁影一张。不过要留意嘅就系咧，因为地球会自转啊嘛，所以咧啲星其实都喐紧嘅。如果个曝光时间太长嘅话咧，咁佢就会拉成一条条线噶呢啲星。咁如果要影得清晰啲嘅话咧，快门速度应该要拣几多啊？将500除等效焦距就可以得出快门速度啦。不过今次用 XT5 都成4000万像素，影像更加之高清啊，拉线就会更加之明显。安全起见，用400厘除咧就会稳阵啲。我哋好多时都会用到地景去衬托星空嘅，可以令到张相嘅构图丰富啲，同埋容易令到人分到个星空嘅上下啊嘛。重要，记得影 RAW 啊，后制出嚟靓过 JPEG 好多噶。影星咧，我哋好多时都会一次过影好多张，然后用软件搭相。这个方法咧就可以令到星星的光度提升很多嘅。不过咧，最近打风前后的天气咧都系成个月都麻麻地，天上面嘅云量都好多啊，所以就搭唔到相啦。用翻单张拍摄咧，反而可以喺云罅度仲见到少少星光。影星嚟计咧，镜头嘅色散控制能力真系非常之紧要嘅。喺呢一方面咧，呢一支 XF8mm f/3.5 算系做得唔错嘅。影出嚟嘅星星都系粒粒分明，不会被一层紫色的边边围住，而且都不觉有四角失光的现象。天空的中间位和边位的光度都是相当平均的，影出来的星空就不会见到好像一个空一样。虽然 F3.5 光圈影星来计就真的不算大，我们需要用到的曝光时间可能相对上就会长一点，但是由于支镜头的视角去到成121度那么阔，就算曝光时间耐一点都不会那么容易出现到拉线的现象。我自己都覺得係幾適合啲新手用嚟影星嘅。其實除咗地景，仲可以影下星空人像添。用一盞弱啲嘅燈仔打一打光個人就 OK 噶啦。當然前提就唔好影響到其他人啦。個時候都差唔多，係時候要走噶啦喎。好，我跟你走。麻煩你啦，垃圾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啊！